美丽中国行，神采乡村游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。位于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泸州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地方，因为景点众多，旅游资源丰富，一直以来都深受旅游者青睐。那泸州的纳溪区啊，可以说是泸州生态保持最好的区域，植被覆盖率达90%以上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带您去纳溪看一看，感受一下那里的青山绿水，也找找看有什么好吃的，能满足咱们旅游者对美食的好奇。泸州纳溪区气候温暖湿润，年均气温17.5度，自然环境优美，适合夏季度假避暑。我的家在纳溪那山那边。一直不知道李谷一老师的这首《纳溪那山》唱的是哪儿，今天呢来到了四川泸州的纳溪，原来呀这首歌唱的就是这里。你看这里啊已经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，每天会有很多游客到这儿来看花，所以呢我们这趟旅程就要从花海开始。四季轮种的花卉把几千亩的土地点缀的色彩斑斓，也让游客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色彩的美丽。不过在这个季节，纳溪的山水之间还能看到另一种颜色挂满了树的枝头。走在纳溪的乡间小道上呀，你会发现成片的果树林现在已经挂满了果子，每个果子上都套着袋子，究竟这里面是什么果子呢？哈哈，看到没，是黄灿灿的枇杷。其实这个季节啊是纳溪枇杷成熟的季节，现在满园子都挂满了黄灿灿的枇杷。你看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啊在这已经采摘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看到没有，今天来这儿的游客啊还真不少，得去问问他们这个枇杷采摘需不需要注意些什么。你好，我看你在拧着一大串，摘了多少了今天？刚刚才开始摘，没一会儿。没一会儿啊？嗯，对对对。这个采摘枇杷是要注意什么呀？怎么采？刚才问了一下老板，他教了我，就是采枇杷嘛，就是说不要把这个皮弄坏，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，这样子的话，后面也比较好剥，然后也不会影响它的那种新鲜度啊。现在还有，还叫起来了，这摘枇杷容不容易？高兴啊，摘的，也不太容易，手都弄伤了。哎呦，划到了。因为它很硬那树。嗯，以前喜不喜欢吃枇杷？嗯，超喜欢的。那今天自己体验采摘以后是什么不同的感觉？觉得挺新鲜，高兴大家一起。今天准备摘多少带回去？我们已经摘了很多了。温暖湿润的自然气候特别适合枇杷生长。让纳溪的枇杷远近闻名，加上当地农民采用了套袋的科学种植方法，提升了枇杷的产量和质量，也吸引了更多的外地游客寻乡而来。听说这枇杷很出名的，所以我们专门过来的，从宜宾专门从早上8点钟就没有出不到就出门了。哎呦，宜宾过来得多久啊？要差不多2个小时吧。这一筐是您刚才采摘的吗？对对对。采这一筐需要多久啊？不久，可能个把小时吧。在树上这个采摘有没有一定的难度？没有，看到树子比较矮。你一般是挑什么样的来采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乱采。今天呀、啊，来这个枇杷园采摘的游客还真不少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大家聚集起来，来进行一个吃枇杷的小比赛。你看，现在我身旁呢是3位家庭，每个家庭呢。比赛的规则很简单。50个枇杷以家庭为单位，在最短时间内把枇杷吃完的家庭获胜。你们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咱家最能吃的是谁？好像是我吧。你们家呢？都能吃。都能吃。你们家呢？哎呦，交给了这位小朋友啊。比赛3、2、1开始。这样的吃枇杷比赛在纳溪每年的枇杷节上都会举行，
游客在游玩的同时放松了心情，也增加了亲情友情，倒是旅游之外的一份收获。完成了最后一个琵琶的比拼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奖励啊，就是我面前的这一大筐琵琶，不好分的期间呢，就得拜托你们两家开始抢了，谁抢到就是谁的，好不好？快抢啊！采摘之后，过秤、付费，游客就可以把琵琶带走了。这几年靠发展农家乐旅游，浙江农户也过上了富裕的生活。你们家有多少亩枇杷园？有十多亩。十多亩、嗯、每年这个产量怎么样？产量一亩有千多斤。那现在这个枇杷大概一斤能卖多少钱？20多。20多、嗯、那每年靠这个枇杷能有多少收入啊？20多万。每年多数来的游客都是哪儿的呀？嗯，有重庆的，有本地游，可能是成都的和成都游。纳西的村民们靠琵琶致富，也把琵琶研发成菜肴，作为农家乐的特色菜来接待来自远方的游客。上好的里脊裹浆，过油。再把精心挑选的琵琶洗净去籽。今天厨师要做的菜是琵琶里脊。琵琶里脊是糖醋里脊的一种变化，在原有原料的基础上加上琵琶，让这道家喻户晓的家常菜加上了地域和时令的元素，不知道口感会有什么变化。嗯，糖醋琵琶里脊。啊、哦，这位。嗯，琵琶炖排骨，琵琶糯米饭。嗯。哎，我觉得就是这个琵琶呀，放到汤中，就感觉像一个一个小蛋黄一样。嗯。这个味道很特别，刚开始吃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酸，感觉比这个新鲜的琵琶酸味和甜味都增加了不少，可能是因为这个汤汁的原因。但是它保留了这个琵琶本身的这个水分，感觉这个汁儿啊都浓浓的裹在里面，一咬以后觉得比新鲜的琵琶要更有弹性一点，觉得肉更厚实一点了，这就是它的美味所在吧。嗯。旅游贴士：纳西每年都要举办琵琶节，在琵琶节上不仅可以看到具有当地特色的文艺表演，也可以参加吃琵琶比赛等活动。时令，历练，休闲，美丽中国乡村行。百年的泡糖蕴藏了多少秘密与故事？这里面有多少个孔？有2320孔。泸州的纳山纳西，敬请收看。听说在纳西啊，还有一个好吃的，叫做泡糖。哎，前面有家小店，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卖的。老板，有泡糖吗？有啊。有啊。这个就是泡糖啊，这是我们纳西最有名的特产，最有名的特产。嗯，哎，我能打开看看吗？嗯，终于找到了，这块还有卖的，这个附近卖的挺多的。嗯，家家都有卖吗？嗯，这个很好吃。哎，来买的游客多不多？多。哦，就是这种芝麻糖的感觉哈。我听说呀，这个泡糖说有2000多个小孔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它是怎么做的呢？纳西泡糖是泸州独有的特产，始创于清朝末年，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。泡糖最独特的地方在于，
定型时会有大小孔2000多个，因为手法独特，目前在纳西也是少有人会做的。肖成斌是泡糖手艺的传人，做泡糖已有几十年了。据他介绍，目前他所在的村子里会做这个手艺的也就2个人了。做泡糖的第一步是熬糖，把白糖倒入煮沸的水中，经高温熬制1个多小时，再加上麦芽糖熬上半个小时，这第一步才算完成。熬好的糖降温之后，就进入拉条的程序了。把糖条不停地拉拽，让糖与空气充分结合，让糖条中不断地形成小孔，也让糖条在拉拽中变得更加均匀细软。基本上大小两边都比较均匀的。现在这个糖的温度有多高？现在这个温度可能就只有50万度吧。50多度。嗯。摸着还是挺烫的。这一步是要把它不断的往外拉吗？拉匀的。拉匀，就这样往外扯。哎，前面有把它抬上去。我们手上把它接，我手上把它接。拉条的手法可是老肖几十年磨练出来的，别人要想把这糖条拉拽的有样，还真不是那么容易。不是不能丢噻，你丢了就成了废品了。就。越烫还得继续拉，哎、对就不能停，因为一停的话糖就硬了。排孔的过程最需要抢时间，糖条在不断拉拽过程中温度不断降低，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把糖条排孔成型，错过了这个时间，糖条就再也拉不动了，难怪肖师傅怎么也不肯让姐姐再试了。那要这样不断的拉，不断的对折多少次？16次。16次，我能试一下吗？你要试，让这个糖要不得了。要不得了，你冷了要不得了。从我这边来，快点，到时候你再量。哎，我发现这一步的工序看来是很复杂，就是需要抢时间的，所以大哥都没有时间跟我说话。把拉好的糖放在操作台上结成长条，再用烧热的刀割成块形，这泡糖就算初步成型了。我发现这个烙铁切过之后，这每个地方能够看出一排的小孔。这里面有多少个孔？有2320个。数量是定好的吗？哎，数量定好了的。那怎么能够做到每一块糖都能2320个孔呢？因为它那个工艺，就说那道数是那个顺序是每次不能少。嗯。这个是上下，这八个是上下16个。上下16个。大孔，你看嘛，那个大孔。大孔。这个粘好的是不是就是可以吃了呀？可以。嗯。听到声音了吗？吃起来是那种嘎吱嘎吱的感觉，因为它有这么多的孔，所以让这个糖啊变得就是松脆可口，有的时候还会掉渣，非常的酥软。现在这个糖香加上这个芝麻的香已经充满了整个嘴巴，确实很好吃。你看它非常的脆，一轻轻的一掰就会裂开。这个虽然是糖做的，但是确实不粘牙，吃起来呀非常的爽口，很脆。嗯，快乐围着往下掉。纯手工制作，独特口感，让纳西泡糖深受旅游者的喜爱。冬季和春季是制作泡糖最好时期，肖成斌夫妇每天都起早贪黑加工泡糖，可依然不能满足游客的需要。虽然饱受制作间高温的煎熬，但老肖乐在其中，
在他看来，只有坚持才是对这古老技艺的尊重，只有坚持才能让这百年传承继续下去。制作泡糖的技艺流传百年，它是中国人把糖变成美食的又一个佳作。天仙洞是当地生态环境最好的景区，云雾缭绕，山花绽放，小溪潺潺，这份美景很容易让人醉在其中。天仙洞的植被覆盖率呢是90%，这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。今天啊下着小雨，在这里真的就是想多呼吸几口新鲜空气，好好的洗洗肺。在这儿呢还有很多景点不容错过，比如说我现在走的这条古栈道，这个栈道是诸葛亮七擒孟获那个时代诸葛亮率众修建的。好了，前面还有很多景点，走吧。这里呢是建于我们明代的一个石牌坊，上面呢是分为三层。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我们这里有特别神奇的一对对联，是无字对联，大家猜一下这无字对联说的是什么呢？这是一副对联吗？对呀，您看出来了没有？无字对联刻在天泉寺的山门之上，天泉寺是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古刹，对联的横批是即是仙境，而上下联没有文字，只有图案。香炉，香炉花，灯水果，如花灯水果，对，香花灯水果，香字好听。好了，对。至于这幅对联到底何解，一直以来都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没有定论。旅游贴士：天仙洞景区景点众多，天仙洞、物价碑、乐道古镇，还有创建于抗日年代保存完好的抗战小学，都是不错的观光去处。纳西的青山绿水如诗如画，这里良好的生态吸引着八方游客，金黄的琵琶传承了上百年的手工泡糖，都让我这趟旅程处处充满甜蜜的回忆。美丽中国行，生态乡村游，我们继续出发。古时的纳西呢，因为水路发达，一直都是云贵粮省马帮运送山货的最终目的地。如今的纳西因为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。而且啊，泸州是著名的酒乡，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您，如果到纳西旅游的话，切记不要贪杯哦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，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、农事网官方微博、微信、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。为何老子故里陆邑生态环境良好？是什么让侵华日军对老君台心生畏惧？为何养生文化在陆邑能大行其道？小宋庄卤鸡为何能成为陆邑一绝？老子故里游，敬请收看。时令乡村情。